世界没有你，如果他还没有停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总寥寥无几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都转心意，因为你这几晚一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，一长一短一平一那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，这一悲一喜一醉一醒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你就是霍斗，本座不找你麻烦，你倒主动送上门来。早就听说火神祝融的部下有一名临阵叛逃的大将，被判到这锁妖塔来做看守，一直很好奇，今日终于得以一见。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好啊，你可以杀了我，但这锁妖塔也多年未进新人了吧，想必你也很久没有听到外面的消息了。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祝融的近况，又或者他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新的坐骑，又是谁取代了你的位置？祝融，这些年有没有提到过我？没有。不只是他，整个天族记得你的人也不多了，偶尔有一些年岁大的人提起，也只是说你是一个胆小怕事、被主弃义的凶兽。撒谎，我不是逃兵。哦，是吗？这个说法倒是头一次听说。你知道吗？
就因为你出自中阴山，现在天族众神已经没有人愿意去中阴山挑选神兽了，都说那里出叛徒，以你祸斗为罪。闭嘴！自从我跟了祝融开始，历经大小阵仗无数，从无一次胆怯未战。我曾发誓，奉他为主，绝无二心。都是他亲自下的命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他亲口对我说过，待我如手足，焉有宰耳啊。可是他为何要害我？为何要害我？这个问题恐怕你得亲自去问他了。哦，不过不知还有没有机会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他是谁啊？上清天尊受罪无尽吗？到了今日还活着的上古大神也只有他祝融一人。不过在我进来之前就听说他的大限已到，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活着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骗你做甚？他不会死，他不会死。在这世上只有我能杀他，唯有我能杀他。我用了70000年终于恢复了50，就是要让他亲口告诉我他为何要害我。他不能死，我不允许他死。你不允许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他若是真的想见你，这70000年了为何都不来看你一眼？祝融火神才不屑于见你呢。霍斗，别忘了你就是个逃兵。我不是逃兵。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。我不是逃兵。哪怕他现在就是要死了。我不是逃兵。闭嘴。你若是真的想见他，就去撞翻那神农鼎，冲出锁妖塔，在他死之前把话说清楚。
贤良淑德，贤良淑德。司命，司命，云峰上神。十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司命呢？他说你喊他去你殿中议事，要很晚才能回来。是吗？好啊，他竟然敢骗我。上神这是去哪儿？哎，本想找他喝酒的，他又不在，还喝什么呀？司命这酒量，上神又找人喝酒，找我啊？你的酒量我跟你喝不了。上神怕什么？我又不跟上神平喝，大不了你喝一杯，我喝一坛。哎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哦，这是凡人的命簿。我现在在学习如何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。嗯，很好，一个喝酒论坛的女子很是贤良淑德，慢慢看吧。嗯。怎么受的伤啊？和云峰上神比试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。哎，不慎误伤。哎，今天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吗？我爹他也在啊，你要找他吗？啊，不不不，仙子就好，仙子就好。哎，青瑶医官呢？找他啊，他最近心情可不好了呢，小心他把他这只手给治废了。仙子，我这个伤严重吗？嗯，将军皮糙肉厚的，这样的伤呢两三日便可痊愈，不如不要浪费医药了。仙子说不用，那就不用了吧。师姐，神尊回来了，真的，你帮我照看他一下啊。哎，仙子，别叫了，人都走了。将军别动啊，小仙为您上药。青瑶医官，他干嘛去了？去了浮云殿。浮云殿？定是神尊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青瑶，哎，青瑶，你等等我。上神，这一个又走，两个又走，三个又走。别动，不用啦。玉帝仙子，嗯，神尊呢？神尊，他不在殿中啊。神尊，有事吗？没有别的什么事儿，就是许久没见你，过来给你请个安。本尊刚刚回来，你怎么知道本尊在天宫？小仙也不知道啊。原来神尊你刚回来呀、啊，好巧啊。十三呢？哦，他出去了，可能。在司命殿中，神尊找他有事吗？没有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听说神尊又去凡间办事了，神尊身体怎么样？寒疾最近可有复发？我很好，并没有。那让小仙为神尊请个脉吧。还是我来吧。神尊，小仙来为你请脉。多谢。看什么看？人都已经进去了。
斩完了。嗯。怎么样啊？一切如常。为何我师兄一回来，你就急匆匆地跑来了呢？我是医官，来福音殿为神尊诊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玉离仙子是药王之女，她的医术并不弱于你。她既然来了，你抢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师兄？你在胡说什么？青瑶，青瑶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青瑶。青瑶，你等等我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为了灵犀，不想看到那个玉离纠缠我师兄，对吧？那你就是，你是为了袁童的事情而伤神。不用的，我师兄跟我说了，他这个人心术不正，虽然他现在出来了，但是啊，他安宁不了几天，我们只需要紧紧的盯着他，他自然会犯过错。而且灵犀现在正在历劫，我们不宜节外生枝的。我知道，神尊与我说过了。那就好。一会儿仙子可有事情吗？听说万灵院里新来了几只小灵兽，十分可爱，不若我陪你一起去看看。不必了。哎，那去我洞府坐坐可好？我那里有天君赐我的益寿茶，滋养仙体甚好。云峰上神，我很感激你和令师兄为我师妹所做的一切，我也很记你的情。不过当年的事情我已经放下了，你不必再花过多心思在我身上。哎，我为何这样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既然你说你已经放下过去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呢？接受别人？比如我。云峰上神，我。你心里还有那个人是吗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要等下去，一直等下去吗？我没有在等别人，我也没有想过要接受任何人，我没这个心思，也没精神，先告退了。袁童护塔有功，赐予特赦，即日起回归天宫站部，望儿吸取教训，若再犯天规，数罪并罚，绝不轻恕。母亲，哥哥，袁童回来了。
公主，吃点东西吧。这是什么呀？是人吃的吗？公主恕罪。恕罪恕罪，既然知道有罪就不要再犯。也不知道锦绣哥哥去哪儿了。赤壁那个笨蛋呢？哦，赤壁大人去探路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。一群废物。你什么人？你要干嘛？来人！来人！公主，快走！商量一下，那些人让你抓我，他们给你多少钱啊？我给你10倍的价钱，只要你把我送回锦绣哥哥那儿，我保证你要什么金银财宝他都会给你的。哎呀，我好疼啊，我不行了。哪里疼？肩膀啊，我肩膀都要断了，你看不到吗？我肩膀真的要断了。你快点。好疼啊。轻点。没有问题。谁说没有问题啊？万一伤到了里面怎么办？你总不能带个尸体过去交差吧？你快点解开我衣服看看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快点啊！我不行了，快点！别动了，这绳子是我们山林族用来捆野兽的，专捆你这种小白猪，所以呀，你挣脱不开的。还硬气啊？反正你长得丑，我就不同了，我是要嫁给锦绣哥哥的。除了锦绣哥哥，谁都别想看我。你看了我的身子，所以我要把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。没心思。
没精神。你没有，我有啊。今日感觉可好？好多了。拿回去，一日三。青阳姑娘，还忙着呢。大娘，好点了吧？怎么样，好点了吧？你们先坐一会儿。大娘，你怎么来了？青瑶姑娘，累了吧？先歇会儿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大娘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多亏姑娘了，我家老头子总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啊。那就好，行医救人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嘛。哎，这家里日子难，也没什么吃食，望姑娘莫嫌弃啊。已经很好了，大娘你先歇息会儿，我一会儿过来吃。哎，坐一下。哎，下一位。大夫，医者父母心，刚才我排了一上午队的份上，你快点救救我吧。惊不惊喜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去桃林找你了，没找着。程燕说你来凡间了，所以我就追过来找你了。大夫，我是来找你看病的，我真的病得很厉害，快帮我瞧瞧吧。啊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心悸，多梦，总说梦话，而且记忆力也不好，练功的时候很容易走火入魔，而且啊，我跟人切磋的时候险些把人打伤了，他们管我这个叫做相思病。大夫，我还有救吗？干什么？哎，谁啊？你这个当头子敢到这儿撒野？你看你这是什么地方？误会了，这真的是误会了，误会了。哎，怎么还动手了你们？哎，这欺负人你们，过分了！她是我娘子，我娘子，我什么人？这，哎，不是误会，别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给我大娘，快滚！谢谢大夫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疼！没想到我们堂堂云峰上神，居然很有今天啊！你刚刚怎么不帮我？你不是有法力吗？你可以还手啊！我要……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不会是又来讨打的吧？你把我治好再说，我这……哎呦呵，疼着呢。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老朋友。你还真是交友广阔，连凡间都有熟人。是啊，都认识50000年了。你看，他来了。
世界有一时盼自由，就让回忆心衰成。我曾去看过他的命簿，他是阴神之故而死，所以这五万年来过得生生如意，事事顺心。每逢有危难的时候，都会有贵人出手相助。这一世他姓方，最高会做到尚书令，夫妻和睦，子孙满堂，寿终正寝。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不必了。不是一直想见他吗？既然见着了，为什么不上去说两句话呀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早就不记得我了。你我是神，想让他记起以前的事情的话，并不难。要下雨了，我们躲一躲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我腹中的胎儿如何呀？夫人放心，你只是动了胎气，加上身子比较弱，我给你开几副安胎药，再补补身子，服上三副之后，应该就无恙了。多谢姑娘。我和夫君相伴多年，一直都没有孩子。夫君虽然嘴上不说，可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孩童都很是欢喜。我曾多次劝他纳妾，可他偏偏不肯。这个孩子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初为人父母时的那种喜悦和成就感，是这世间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的。日后再有孩子，或许欢喜高兴，但绝比不上第一次时的这种紧张和激动。可都说女人生孩子就跟过了一场鬼门关一样，夫人不怕吗？怕呀，谁又能不怕死呢？姑娘，你一定没有成家，也没有心仪的人吧？此话怎讲？孩子在老人的眼里，代表着血脉的延续和家业的传承，但对两个挚爱的人来说，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回忆。在你们未相遇之前，分别都有着独属于彼此而却无法分享给对方的生活经历。可一旦有了孩子，他就把你们之间紧紧地系在一起。当你们老去甚至死去的时候，这份留在世上的血脉会一直存在，并且一代代的相续下去，无时无刻的不再证明你们曾经深深的相爱过。夫人，你夫君能娶到你真是他的幸运。应该说能嫁给他是我的幸运才对。相公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已经没事了，多亏了这位姑娘出手相救。啊，多谢姑娘。嗯，那我先去给夫人抓药了。告诉过你凡事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的吗？知道了，是我不好，可我想出去散散步嘛。
说起来，一切都很寻常，就像这世间大多数寻常的夫妻一样，远没有司命编的那么波折离奇。我下凡历劫，没有了法力，也失去了记忆，只是这世间寻常的一名女子。父母谈不上恩爱，但也相敬如宾。直到15岁那年，我遇见了他。他是我父亲同僚的儿子，刚从老家回来，与我同岁，两家人便定了亲，选了个日子就成亲了。成亲的当天，他掀开我的盖头，愣了半天，说：“呀，原来你长这样。”见过这么多次了，他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说他是不是个呆子？我娘说他是读书读傻了，一点都没说错。后来他父亲出了点事，丢了官，他也屡次科举都考不上，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些，但他画工很好，我们靠着写字卖画，日子也能过得下去。别喝了。他也不让我喝酒，迂腐得很，又爱唠叨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十足的一个弱书生。除了粥煮的好喝，我就没发现他有什么别的优点了。你说我喜欢他什么？可能你就喜欢他煮粥好喝吧。我一直都没有身孕，他母亲便不喜欢我，我也很生气，老跟他发脾气，他也不生气。凡间的日子就是这样，柴米油盐，磕磕碰碰，偶尔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打得鸡飞狗跳的，一转身又忘了。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，可能我跟他就一辈子一起这样慢慢的变老了。我跟他在一起10年，这10年就像做了一场梦，可是我活了70000年，却发现好像只有梦里的这10年我才是真正活着的。那一个人带着无畏的口吻，要一句可能，想念的蛮痛，我万劫不复的迷魂阵，叫人心疼，叫人落魄又失魂，我都愿意忍，白忙得很，请用而下的认真。这50000年的心结果然是方公子。煮粥。
方公子，阁下是？麻烦公子跟我走一趟吧。啊，跟我走。转眼又心碎，将如期待。